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5月1号的原视晚间新闻。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但是却有将近3万名劳工冒着大雨在台北街头抗议反对政府推出的劳保年金改革制度。立法院冻结行政原民会的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认为原民会管理绩效不佳，要求改善，在立法院里面一阵攻防。3年多前八八水灾，有高雄山区居民入住永久屋，保留原本山区的土地产权。不过有议员发现有原住民族人打算变卖部落的土地，而在尼泊尔当地依然以父系社会为主，这也导致在尼泊尔的媒体圈女性记者人数偏少，跟男记者数量出现悬殊的比例。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属于工人还有劳动阶级的节日。在台湾的劳工，您可以放假一天，但其实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这主要是为了纪念1886年的5月1号，在美国芝加哥有35万人大罢工，要求加薪，要求实施8小时的工作制。但是在当年遭到警方镇压，陆续14名工人都被警方射击身亡，所以世界工人运动组织就在1989年在巴黎通过了要把每一年的5月1号定为国际劳工节，来纪念当年的劳工大罢工，而且号召全球劳工为争取劳动权而继续努力。不过在台湾，今天您作为劳工，您觉得您的条件，劳动条件是不是合理呢？就在今天5月1号，在台湾将近3万名劳工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游行的主题就叫做官逼民反。3万多名群众兵分两路走上街头，提出反对政府年金改革的方案、终结责任制等7大诉求。劳工团体指明要行政院长江宜桦出面回应，不过在等不到官方回应的情况之下，劳工团体想要强行拉开围在行政院外面的巨马，差一点跟警方爆发冲突。3万多名劳工满腔怒火，冒着大雨，兵分二路走上台北街头，高喊反对年金恶修和终结责任制等7大诉求，用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劳保年金攸关1000多万的工人，1000多万的家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人事情，完全不听我们声音，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代表了愤怒。劳工团体痛批政府提出的年金改革只会调高费率、延长退休，拿弱势的劳工开刀。不少年轻和老年的民众都很担心未来自己的退休保障缩水，要求政府要维持劳保年金制度，不要草率改革。不满意呢，当然的呢。刚刚不满意。减钱啊，减钱要怎会满意？我工作20-30年，我到今麦我都半袂了，但是伊今麦要想要减平均12年、15年，对我来讲存了无一半钱，啊，我们下辈子怎么办？劳工气氛的情绪持续升温，游行队伍走到行政院，指明要院长江宜桦回应，但等不到任何官员出面，劳工企图拉开层层巨马，要把威权不公全面移除。警方拿出竹竿阻止劳工的行动，现场谩骂声四起，双方差点爆发冲突。劳工团体尽管无法突破巨马，但扬言在五一之后将会发起更激烈的抗争行动。面对上万名劳工的怒口，总统马英九则表示，政府将会持续和民众沟通对话，让劳工的权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就在印尼奇多哈林，他报道。要劳工缴多领少延退，就是政府在这波年金改革最主要的精神。但是对现在辛苦工作的劳工来说，认为政府的想法并不公平。原住民族劳动团体在今天也前往声援，由于大量原住民族劳动力从事的就是最底层的建筑制造业，劳团表示一体适用的劳工政策之下，原住民族也是受害者。拉车发电户无能兼北唱，好，可以看到这个雨势呢，仍然还是下个不停。不过呢，却阻挡不了呢这个全国劳工的这个团体呢，来到这个立法院附近呢，要进行这个抗争的游行。虽然现在是已经是大雨了，但是据刚才呢这个指挥社特别提到，光是第一大队就已经突破了6000人。游行民众首先在立法院集合，游行队伍分有3大队，光是第一大队就突破了6000人。
民众大喊官逼民反，是因为政府为了要解决劳保年金老本不足的问题，为了要开源节流，行政院4月25号通过了劳工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所谓开源节流的概念，就是要将年金的费率缴得多却领得少，把亏损的责任是要往我们所有被保险人身上去压榨，所有人再把钱多缴出来，然后以后再开始领的人呢，是要再把领的金额再往下降，也就是说以后要多缴钱，可是要少领钱，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出抗议了。不分族群哦，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的原住民族也都会遇到的。政府劳保年金老本不足，必须要全民买单。参与游行的原住民族人是要捍卫自己的权益。越修越糟糕啊！这个劳保年金事实上是老板年金，为老板在筹他们的一个就是资金了、啊。好，我们的诉求就是要保住我们的那个就是退休以后的这个生活品质啦。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劳保越来越好了，这样子。我不希望说我们的劳保年金呢、啊、能够一直倒退路，希望能够政府能够要为工人着想。直到下午3点，游行民众聚集在行政院门口，大阵仗的警力也严阵以待。游行队伍从中山北路排到三岛市，当拉起巨马的当下，警察也以竹竿做抵挡。一二三，你用竹子戳我们啊！我们没有杀任何警察，可是警察用竹竿戳我们。劳工为自己的权益走上街头，但是遭到竹竿刺伤。一场劳保年金的权益诉求，意外造成警民冲突。记者巴鲁麻药台北市采访报道。许多原住民族人移民到都会区，就是为了要找到工作，要谋生。但是经过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族的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但失业率却又高于全国平均。台北市政府就持续的办理原住民族就业媒合的业务，而长久以来成效如何，有待时间考验。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持续跟行政院原民会以及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提升台北市原住民族就业的劳工技能。职能学院就开了很多的技能专班，像是大客车驾驶训练班、冷冻空调技师训练班等，借由这次与区里合作，来更近距离的直接跟北市原住民族人接触，了解就业状况。那这些原住民朋友透过这样的一个短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之后，其实之后都能够顺利的就业，就是在台北市又可以兼顾家庭，又可以照顾到自己的经济生活。台北市就业服务处从2007年起推动在地型就业服务，在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配置一名外展员，透过走动式、机动性深入社区，结合里、邻长、议员服务处等，主动发掘辖区中有就业需求的民众，开发工作机会。北投区原住民族人口数有1374人，区公所表示，在地型就业服务处就是为了北上打拼的。我们会依照我们原住民同胞的这个请求，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那我们会协助他，陪同他到我们5楼就业服务站做一个等于是一个就业的一个平台，找到他们所需希望的这个工作，这样子。根据行政院原民会提供的2012年12月底的全国1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人数有398672人，就业人口数有246277人，就业率有61.77%。许多原住民族年轻人离乡背井在外地工作，其中台北市1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人有11248人，就业人口数有7300人，就业率是64.90%。教育一般民众还要来得低。这次劳动局与民政局跨机关合作，除了提供就近便捷就业的服务，也期盼能够改善原住民族人失业率的问题。记者安良算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好，今天是5月1号，在5月的第一天，看到有劳工抗议自己的薪水太少，劳动条件恶劣，日子难过。不过也是5月的第一天，政府规定您又该报税了。报税第一天加上五一劳动节放假，台北市国税局上午挤满报税民众，尽管加开柜台和服务人员等查税和报税的民众还是大排长龙，就是网络申报啊，想来请他们帮我 check 一下。我是用列举的哈，那如果说要凭证也是要寄嘛，干脆人都是要来，干脆就做一次。
101年度全国报税户约有567万户，今年报税有五大新变革，包括军教恢复课税、放宽抚养伯舅叔侄生等其他亲属年龄限制、小额退税全退还、增加幼儿学前扣除额、新增存款账户以凭证转账缴税。幼儿特别扣除额今年是新增加的，另外在20岁以上，过去哈、啊、要在学才可以，现在只要在学确实受父母抚养，没有职业，这些都可以了。那60岁以下的也可以了。国税局已寄出309万户税额试算书，如果投递未成，会留在邮局15天待领。民众也可以上网打电话查询。另外，房屋税也在5月1号同步开征，为期1个月。全国总计有791万栋房屋要缴税，缴税期限到5月31号。提醒民众要在期限内缴纳，以免逾期受罚。记者陈小青、陈信龙台北报道。在劳动节尽头，带您来到尼泊尔。尼泊尔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当地原住民族的社会结构依然以父系的社会结构为主，重男轻女、男主外女主内的规范依然盛行，这也导致在尼泊尔的新闻界，女性的记者跟男性记者的数量出现悬殊的比例。在4月25号到4月28号尼泊尔影展期间，主办单位举办了一场原住民族媒体政策方向的座谈会，要邀请尼泊尔在地的原住民族媒体新闻工作者共同座谈，老中青媒体人齐聚一堂，抒发己见。但是如果到现场，就发现男性还是多数。在今天五一劳动节，尼泊尔媒体圈的女性并没有获得相对多的支持。媒体前辈激昂地鼓励年轻一代要为原住民族讲话。如果仔细观察台下，发现阳盛阴衰，还是男性比较多。如果来看看台上一整排排排坐，受邀上台发言的都是男性。由于今年的尼泊尔影展的主题就是原住民族如何公平禁用媒体，主办单位IFA特别设定这个主题，不过现场只看见少数几位女性，例如这一位就是少数几位罕见的女记者。他已经在一家广播电台担任新闻记者4年，曾经在一个以服务女性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过。他的爸爸原本希望他当老师。In Nepal, there are very few journalists, female journalists, in Nepal, because it is quite difficult as being a woman, to be a journalist, because in Nepal, women have a different role.In house also women have to work a lot of work, you know, as a daughter, as a wife, and as a mother. 但是这位原住民族女性选择走不同的路。Because as being a woman and as being an indigenous people, and no one can endorse your agenda or endorse your issues in media sector. That's why.So if you are quite aware about your issues, about our agendas and about our problems, so you have to choose yourself. 有热情依然必须面对现实问题。Amartya Mila 不但曾经在以尼泊尔文写作的报纸当过记者，她也是少数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曾经在知名的英文报纸《加德满都邮报》担任过记者。对原住民族的发展也充满热情，但现在为了兼顾家庭跟工作，他选择成为接案为生的特约记者。I have two kids, one daughter, one son. They are doing now A level. One is, and the one has completed A level. So it's the reason you choose to be a freelancer, so that you can take both of us. Yeah.As a freelancer, we can use our time.在清晨，如果走在加德满都市区，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坐在自己家门前看报纸。但像这样的一份报纸呢，卢比10块钱，也就是大约和台币5块钱左右。不过这报纸里面的内容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因为如果根据尼泊尔记者联盟的统计，全尼泊尔大约有12000名的记者，但只有10%是女性。
即便走在这加德满都这个首都区，女性记者的比例大约也只有24%。当然，在媒体里面当主管的更是少之又少。原住民族的女性到底应该如何禁用媒体？而原住民族的女性又该如何在媒体里面发挥女性观点的特质？即便到现在，许多读者看报纸，但是都无暇思考这样的问题。记者 Glass Galo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采访报道。国内出现首例境外移入的 H7N9 的患者，这是一名台商，目前他持续的在医院治疗，病情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情况稳定。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现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要提醒自己出门要戴口罩了。而疾病管制局的医师就表示，一般民众使用外科口罩就可以达到防护的效果，但是提醒您一定要懂得如何正确的佩戴，例如要清楚区别哪一边是内哪一边是外，而鼻梁的部分要压紧等等。医师提醒，这都是戴口罩的时候您必须所要注意的。 H7N9 疫情不断，台湾有一名病例，全台防疫工作也不马虎。疾管局呼吁民众戴口罩，但是该怎么做选择？疾管局医师说，有活性炭口罩一般来讲是黑灰色的，另外一种就是医疗外科用的口罩，有蓝色以及粉红色。医师表示，活性炭口罩主要是移除异味以及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医疗外科用的口罩是专门预防病菌从外而内，有防泼溅、过滤以及吸收湿气的功能。那你戴的是哪一种？就防疫的观点来看，两者都可以使用，那这个外科口罩会略胜于活性炭口罩一点。那么该怎么戴？看似简单，但是有戴口罩的先后顺序。首先将口罩覆盖口鼻下巴，第二个动作是以绑带或松紧带将口罩固定，第三轻压鼻梁片使口罩与脸颊和鼻贴合，最后再调整口罩，确认已经贴合脸部，并且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外科口罩用过就要丢弃，一天至少更换一个。有颜色的这一面朝外，另外鼻子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可以扣紧鼻子的这个部分，要把它扣好，这样才可以不会让空气从这边透过去。另外医师也告知民众尽量吃熟食。怎样才算是熟食？所谓熟食的定义就是煮鸡鸭蛋要以70度以上，这样才算是煮熟，就不会有病毒感染的问题。原乡地区养鸭养鸡甚至是养鸟的都有，那么有饲养的民众又该如何做防疫？简单来说，防疫工作一定要保持卫生措施，特别是自家要屠宰鸡鸭鹅时最好是戴口罩，另外就是要多洗手，尤其是接触到禽鸟类一定要用肥皂洗，彻底把细菌洗掉。不方便洗手的话，医师建议用含有酒精的干洗手液才是正确的消毒方法。最重要的，禽鸟类的排泄物不要徒手碰触，最好戴手套或是用卫生纸。疾管局强调，台湾目前没有鸡鸭鹅鸟感染到 H7N9 的案例，所以呼吁不要过度恐慌，平时应该要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的均衡，适当运动以及休息，维护身体健康，病毒不会来。记者阮算吴溜台北市采访报道。好，不过要提醒观众朋友，尤其是在屏东的观众朋友，特别留意屏东春日乡的七家村传出登革热的疫情。在屏东地区，先是出现全台本土性登革热的首例，接着在屏东县的春日乡七家村，目前已经被证实全村有8名确诊病例，形成了群聚感染。从29号开始，一连2天，疾管局、县府的卫生局、环保局动员大批的人马，陆陆续续在七家跟龟崇2个村，总计300多户的家庭周边进行喷药消毒。防疫人员最担心的就是疫情会再扩大。这个水哈，你们不要放得太久。没哈。我知道了。这个水放太久，它才会长那个结节。就是下雨啊，没有办法。今年全台本土性登革热首例出现在屏东县春日乡七家村，目前证实全村已有8名确诊病例，形成群聚感染。从29日开始，一连2天，疾管局、县府卫生局、环保局动员大批人马，在七家与龟崇2村300多户进行喷药消毒，同时派遣防御人员逐户进入屋内与屋外进行积水容器检查，持续监控，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就是依照个案的周围150公尺全面的一个很小的动作，大概在5月
5月6号左右呢，我们会去再做一次检测，看看这个病媒蚊是不是有没有下降。疫情爆发后，卫生局登革热监测人员在个案住家周围进行疫情与病媒蚊调查，发现当地病媒蚊密度高，同时人口居住密集，加上当地居民一般都有储水的习惯，七家龟虫两村到处可见积水容器，容易滋生病媒蚊。当地居民担心染病上升，积极配合清理家园，加强清除自家的滋生源。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把这个环境给它整顿好啊，因为环保局啊什么单位都在协助啊，所以家里容器啊，还有花花的积水啊，还有里面的干净啊、卫生啊。卫生局表示，目前仍持续追踪与个案接触者以及在外就学就业的地点，掌握疫情预防向外扩散，也提醒民众应每天检视容易滋生结孓的室内外容器，并宜加以清理，杜绝病媒蚊滋生。一旦有登革热相关症状出现，应尽速就医，并立即通报，宜立卫生机关及时采取防治措施。记者歌舍屏东春日采访报道。因为3年多前的八八水灾，有高雄市山区的居民陆陆续续入住到了永久屋，但之后依然保有原来山区土地的产权。有高雄市议员发现，既然山区的土地无法再利用，就有已经入住永久屋社区的原住民族人要把土地卖掉。市议员要求政府重视，但市府表示，既然土地是私有的，原住民籍的地主要不要卖地，政府实在无法介入。八八风灾至今已过3年多，住在大爱永久屋的民众因为同时拥有永久屋及部落的房子和土地，日前有传闻有意将部落的房屋及土地做买卖，让灾后依旧住在部落且没有永久屋的民众感到不公平。高雄市议员斯坦达贝亚夫政府针对变卖灾区房屋及土地，希望高雄市政府相关部门能深入了解并重视问题。政府有定莫拉克重建条例的规定，还有契约的规定，督发局是业务执行单位，所以督发局呢要有自己行政权上的考量啊，而如何避免发生。山上他们原来有的这个土地或者是建筑，这是属于私权的部分，政府不会去干预，所以他可以去运用。部落的房屋及土地是属于私有权，政府不会干预，所以并不会因为拥有永久屋而丧失权利。但督发局长强调，会协助安排灾区民众进到永久屋居住，就是因为房屋及土地安全堪虑。记者母定高雄采访报道。在兰屿的东青部落，则是有两台大型机具任意的开挖兰屿东青段7号的这块土地，这是面积大约600平方公尺的山坡地。当地的居民就表示，听说自己家旁边要盖的是水泥预拌厂，但是厂商来挖地却完全没有事先告知。消防所表示，这项工程其实已经经过土审会有条件通过同意了，而土审会的条件就是要求东青村长必须要先跟村民沟通，取得同意之后，厂商才可以来动工。但这一次，这家厂商却在村长还没有完成沟通程序之前，就先来挖地，引起居民到乡公所抗议。现在已经这项工程在抗议声当中暂时停工了。两台大型机具4月30号傍晚5点任意的开挖，这是在兰屿东七段7号地段山坡地，面积约600平方公尺。厂商开挖土地引来部落居民到场制止，并且要求工人马上停工。不过工人不但没有停工，还继续开挖，让部落居民相当气愤。5月1号早上到乡公所要求乡公所说明。村民现在意思就是说，这个预拌厂不要在这边，因为它对部落有造成很大的那种伤害，而且也没有被告知的尊重。居民表示，在传统领域随意动土就是不尊重部落居民，并且应该遵守原基法的精神。这块被开挖的土地原坐落在东青段7号地，地目为农牧用地，因为兰屿路面改善及景观廊道改善等多项工程，作为工地临时预拌混凝土厂及废弃土堆置厂。乡公所表示，选定这块土地也是经过土审会决议。我们在今年的3月26号，我们有召开一个土审会，我们原则上同意，但是我们要请村长召开部落了以后我们再定。后来没有在部落定，今天是在这边很突发的，早上是村长跟代表临时到上面跟乡长报告，然后才跟我们两位讲，所以我们也是匆匆忙忙
也是很期待说这一块土地我们也要先告知我们的地方。兰屿乡公所农业科长林光全表示，目前作业程序还在进行中，厂商还没有得到许可就开挖，乡公所也很无奈，不过会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并且会择期召开说明。记者小曼李达胜台东兰屿采访报道。过与不及都在原住民族地区，如果来看南投的话，南投县长李朝清则是因为灾救工程涉贪被停职，而且被起诉。那么到目前为止，到底原住民族地区的灾修工程进度如何呢？如果根据南投县府所提出来的一份报告显示，1400多件案子到今年三月底还有400多件，也就是高达30%都是还没发包的，而这些该发包却还没发包的工程都是集中在偏远山区。每年台风季来临，南投信义山区的民众总是烦恼又担心。只要一下雨，整个松动以后，地震整个松动以后，只要一下雨，就他们通往山上的农路，每逢大雨就会大坍方，连外道路坍了又修，修了又坍。虽然无奈，南投信义仁爱的村民也只得被迫习惯，因为这样的景象每逢夏天年年上演，影响生计，就连回家也没有一条安全的路。而这样的希望，在县长李朝清涉滩爆发之后，似乎更遥遥无期。谢谢关心。李朝清涉滩被停职起诉，主要就是拿了117件灾修采购工程的回扣。虽然李朝清三月底被交保，不过当地究竟还有多少灾修工程没有完成？根据县府的统计报告，101年南投历经了6月的泰利台风，8月的苏拉和天平台风，一共有36亿1400多件的复建工程。不过到今年的三月，还是有400多件，高达30%没发包。那改公交票以后，就是如果没有来，没有人来，你就要重新上网嘛。那你如果是用溢价的，当然你可以去找啊，找包商来，那当然就会比较快啊，对不对？虽然县府表示，到目前为止总体发包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不过还是有近20%没有发包，而且集中在竹山、杜谷、仁爱等山区，因为地处偏远，施工困难，厂商承包意愿很低。因为仁爱、信义都是比较偏远啊，对不对？那比较偏远里面，包商经纪师做，他会挑比较他觉得比较好做的地方，工程件数多的话，包商他也会挑比较方，就是道路比较方便的，或者材料比较方便运送的，包商会挑嘛。根据规定，如果招标困难，应该向行政院的工程会提出展延，免得工程预算被中央收回。市府说会反复的上网公开招标，不过和反复的灾修相比，加强工程进度和品质，来挽回民众对公共工程的信心，似乎才是眼前最迫切的。记者林建生、彭焕群，南投报道。立法院冻结新政原民会的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认为原民会管理绩效不佳，要求改善。稍后带您来到原民会。Thank you.
立法院冻结新政原民会的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认为新政原民会对基金管理绩效不佳，要求改善。立法院里面一阵攻防。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一日审查102年度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预算，一共7案，其中包括原住民族微型贷款、信用保证业务、购物贷款以及就业补助等相关的款项。原本遭到立委陈其迈、段宜康、李俊毅等提议冻结删除的款项，包括综合发展基金管理及总务费用不符合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中定期3个月开会的规定，营运效果不佳，删减70万。公益彩券回馈金促进原住民就业相关经费原本编列1000万，经过详查后发现只需要250万，删减750万。原住民微型贷款原本编列3亿元，占各项贷款及信用保证业务预算77%，比重偏高，为强化预算效用，冻结5000万。就业职训相关计划费用具体说明成效过于简略，加上过去行政原民会办理各项计划均以短期就业为主，成效不大，冻结约2亿5000万元。我建议主席啦，我们就是这些全部都冻结1/3啦，然后专案报告之后再通过了，好不好？这个里边哦，都牵涉到直接要给这些救护员的这些费用了。包委员，我们原住民在就业上面就非常需要支持，我们没有要删你的预算呢。啊，我知道啦，但是哦，能不能够哦，不然我们做书面报告。行政原民会主委孙大川频频为删除和冻结的经费缓辖，也表示从100年开始就没有提供原住民族人短期就业，但这几项经费主要是运用在社工员、救护员、文化馆及山林守护员的费用，若被删除或冻结，会影响到4-5千位族人的就业机会。很困难。大家对原住民的预算呢，没什么意见啊，只是希望你们更落实、更有效，不要花很多钱在做没有效的事情。好，那我们包括它的执行情形跟改进方案，哈，那我们请原民会提这个书面报告，好不好？好的，谢谢。最后，主席做出决议，要求行政原民会将综合基金各项款项的执行情形、改善方案，以书面报告提出几个动支。记者丹尼弗赛立法院采访报道。5度升格之后，5个直辖市之内的5个原乡改制为区，甚至失去了原本作为原民乡原本公法人的地位。现在连乡长都不能选，有区长，但是区长是市政府官派的，也几乎失去了预算权等等。立委持续的要求内政部要修法，不过内政部长李鸿源表示，让原民区恢复地方自治团体的地位的相关法案的确已经拟定了。草案出来了，但是还要看行政院会能不能通过。桃园县即将在今年底升格为第6都，复兴乡也即将变成复兴区。立委高金素梅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质问内政部长李鸿源计划恢复原乡自治地位的进度，也痛批5都升格后剥夺原乡族人的参政权是违宪的做法。你把这个5个区区长他的选举权把他剥夺了，其实是违宪的。内政部长李鸿源则表示，目前内政部已经拟定好将原住民族地区恢复自治团体的地位相关法令草案，也要再与5都的首长进行协商，不过最后还是要交由行政院审查。请问什么时候送到院里面？我们随时可以送出去啊。现在送了吗？还没有，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跟5都根据这个版本跟5都再做协商。那以我们目前跟这几个都的这个协商的目前的结果是，这些首长基本上反对的意见不多，大家都认为说他可以恢复变成原来的3地乡、嗯，可是问题是那个自治团体已经被注销了，所以他不是恢复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要另外重新再建立一个这个自治的这个实体。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立委林正二也认为，5都升格后不仅是剥夺山地原乡族人参政权，就连平定原住民在乡镇市民代表的参政权也丧失，要求内政部加速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的研拟。立可人是谁呢？我们平定原住民了，现在桃园县有10个这个乡镇市有平定原住民的乡镇市民代表，今年年底之后全部改成区的时候，这个代表就没有了。不管是公共建设啊，这些服务啊，都有一点落差，所以才会我们基本上不反对。
啊，那只是说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对，必须要考虑。所以接下来院长希望说，在之后的两个礼拜哦，要扩大可能那个财主单位啦哦，还有人事啦，还有经济部的几位首长，我们还要再开车。那次有指示哦，就是也请内政部的同仁研究，看看那个五都这几个区哦，重新再恢复选举的这种可能性。那我想刚才部长也提到了，所以在这一个礼拜或下个礼拜，应该院长会再召集第二次的这个会议。内政部长表态赞成原乡恢复原本的地位，朝向先把五都恢复原乡自治地位的相关草案与原住民自治法先脱钩进行处理，希望在近两个礼拜内能够送入行政院审查。另外，由立委林正二提案修订有关储蓄互助设法草案，因为相关部会资料准备不足，未能进入逐条审查。主席李俊毅才是择期再审。记者樊英福在立法院采访报道。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则是前往了花莲县。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所以从小的教育资源与栽培相对重要。一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多位立委下花莲县考察原住民族地区各级学校的教育状况。到了原住民及学生重点学校以及东华大学的原住民族学院，对偏乡地区教育重视的教育部长江卫宁也一起陪同听取学校师长的意见。那我想，我就必须第一手来看看这些小孩真的他的学习是不是有这些状况。当然我知道一定相对弱势的，在这边资源各方面其实也许都有不足，来看就是说了解这个状况，未来我们推动所有的政策能够把这些思考放进去，能够把教育做得更好。一行人一早来到了花莲秀林乡秀林国小与乡内以及新城乡国中小校长座谈，就有原住民籍的教师担忧偏乡原住民教师缺乏将影响学生们文化学习上的不足。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包括原住民的教育，其实有它实际的特殊性在那里。是不是这几年看看部里面有没有办法成立看几届培养原住民师资专班来解决这个问题。立委孔文吉也在现场表示，多位立委都关心原住民籍教师断层的危机，已经对原住民族教育法做修正，针对原住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班及重点学校专任教师以及代课教师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政策。六个委员都很关心我们那个原住民族教育法，包括民进党的林佳龙委员李同豪委员，几个都在那里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通过，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师资不要断层。立委郑天才也针对各学校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意见，并表示未来也会在立法院内替偏乡地区争取更多教育资源。怎么样把相关的资源都能够尽量能够投入到所以不是只有看教育部跟研明会只要跟这个系所的发展、原住民族学院的发展都有关系的部分，大家都一起来努力。立委们对于原住民族教育不遗余力，这一次下花莲考察，希望能更深入了解偏乡地区的教育需求。记者怎么站巴扎花莲秀林采访报道。这次多位立委跟教育部长下花莲各学校跟大学考察，有校长跟大学里面的老师表达各自的需求。在这一次，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座谈会来看到。有校长提出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正视偏乡教育资源，另外全台唯一拥有原住民族学院的东华大学的教授则表示，原住民族语言的保存相当重要，学校聘请族语教师来授课，但每一年都要向行政院民会来申补预算，担心如果预算一旦在立法院被删或是被冻结，学生的受教权就会受到影响。来到南美洲，现任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总统莫拉雷斯，他是美洲大陆第一位具有原住民籍血统的总统。在玻利维亚，根据2009年新宪法的规定，总统只能竞选连任一次，但是最近当地的宪法法庭做出了最新的裁决，说2009年新宪法的效力可以不溯及既往，所以在2009年第二次当选的总统的任期并不算是连任。换言之，现任总统莫拉雷斯在2014年他的任期届满的时候，他还可以
再次出马竞选。如果到时候 Morales 又赢了，那么他担任总统的时间将可能长达14年。玻利维亚难得出现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族的总统，强调只有当原住民族当总统的时候，才能改善长久以来原住民族所受到的不公平。不过这位总统持续透过修宪或是释宪的管道让自己继续连任下去。作为原住民族，你认为这样强势的手法公不公平呢？这位总统的反对者当然反对。这位总统莫拉雷斯认为，这个他的反对者认为莫拉雷斯是反民主，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狂人，强力的抨击。在位于首都拉巴斯的宪法法院4月29日宣布一项引起玻利维亚全国热烈讨论的消息。宪法法院裁定，尽管现任总统 Morales 自从2005年第一次当选后，在2009年大选中胜出，并且连任总统职位，但是 Morales 在2014年任期届满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次竞选连任。Respecto de la reelección del presidente o vicepresidente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se ha determinado que el artículo cuarto es constitucional. Consecuentemente, es posible.La reelección, la habilitación para la reelección del presidente y vicepresidente, considerando también que es el pueblo la instancia que a través del sufragio del voto determinará si procede o no procede la reelección.玻利维亚在2009年实施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5年，而且依法只能透过竞选连任一次。尽管 Morales 在2009年再度当选前已经在当时担任总统职位。但宪法法院指出，2009年的新宪法效力并不所及以往，所以要是 Morales 在2014年再次在大选中胜出，那么他担任总统的时间将可能长达14年。对于宪法法院的裁决，有执政党的民意代表表示欢迎。Respuesta coherente institucional que a raíz de haberse remitido una consulta a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esta ha sido resuelta en un fallo.Un fallo que ha tomado dos contextos. Un contexto inicial de un primer mandato donde fue electo nuestro compañero presidente com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en ese entonces todavía del Estado republicano, del viejo Estado republicano. Hoy actualmente nuestro compañero presidente es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en su primera gestión en la vigencia de este alcance constitucional.执政党认为宪法法院的裁决合理，但长久以来就把 Morales 视为眼中钉的反对党则加以轰击。Lo de ayer es un quiebre, una ruptura absoluta a la institucionalidad democrática. El pronunciamiento d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lleva consigo definitivamente una muestra clara de que hay un control total del poder político sobre toda la institucionalidad, y esto es muy grave.Y si esto ocurre con 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que es el garante y es quien debería ser guardián de la propia Constitución, imagínese los otros órganos. Mendon Morales 有可能再次争取连任，有过去曾经担任 Morales 幕僚的学者表示反对。Una resolución muy curiosa, porque en su argumentación declara, que todos los actos jurídicos y constitucionales del anterior Estado,son prácticamente nulos. Se dicen que, con la aprobación de la nueva constitución estaríamos en una nueva era político-jurídica, basada en la refundación del Estado. Por lo tanto, no se tienen que tomar en cuenta los actos anteriores ni los periodos anteriores, cosa que es contraria a lo que establece la propia nueva constitución.宪法法院作出裁定后的第二天，在首都 La Paz 的报摊上可以看到各家报社以头版报道这项消息，在市面上也分别有民众抱持正反两面不同意见。Yo creo que el tribunal, el fallo d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aprobando la un periodo más para que sea candidato nuestro presidente es un error para la democracia, ¿no? Ahora que al fin hay alguien que se preocupa de la gente pobre, me parece que debería quedarse.Otros 100 años. 玻利维亚全国有高达60%人口是原住民族，但一直都2005年 Aymaya 族的 Morales 才当上总统，成为美洲大陆第一位具有原住民籍的国家领导人。
自从上任后，成功将玻利维亚的能源产业还有私有土地收归国有，强调要重新分配财富，解决原住民族的贫穷问题。为了维护当地原住民族的信仰和传统， Morales 长期向联合国争取安第斯山脉地区原住民族人合法啄食以及种植古柯叶的权利。不过 Morales 强调，由原住民族继续当总统才可以平衡长久以来遭打压的命运，不断透过收线和失线的权利让自己可以连选连任，则引来在野党和反对者极大的反弹。记者邱德正编译。今天部落里的大新闻就是花莲县丰滨乡靖埔部落举行一年一度的海祭。不过今年的海祭，靖埔阿美族人内部激烈的讨论就是女性到底能不能参加海祭。Kami kerir tanggeranan, tapak tal kuni kau ras nang rata ini. Yalia kami boting. 部落耆老率领着族人，特别向祖灵祈求，让部落青年妇女到秀姑峦溪或者是海边捕鱼采食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庇佑，平安丰收。靖埔部落的传统海祭，每一年都是由部落的妈妈诺嘎巴来负责。祭典前三天，带领青年们出勤。利用竹筏撒网、放网、放鱼篓等等的方式来捕鱼，而所捕获的鱼全数都要分给部落的每一户来享用，一些是留给男性在祭场食用。我现在煮的是那个黄鲤鱼啊，是我那个年轻人昨天下午去捕捞的。哇，我们年轻人去捞，今天的收获还不算多了，像去年的收获呢，好像这个两个都满满的。不破不弄把肉弄鸭肉，鸭肉嘛嘛没嘛把鸡拉子，鸭米斯蒂卡诺卡巴萨巴干，我白那样，鸭比那烂，鸭白那样，伊达拉达瓦库曼马拉霍，鸭米斯蒂卡诺拉卡巴萨巴干尼拉多里布斯达努鸭肉。Para buting saka matirai kora sa cepor sa nino nyam o cepor. 靖埔部落的传统海祭文化，部落的女性是绝对禁止到场来参与，否则会带来不幸。不过今年的祭典中的年龄阶级会议中，族人特别提出讨论，考虑让部落的女性也共同参与，主要是时代变迁，男女平权意识抬头，而这样的议题一出，令族人议论纷纷，各有不同的见解。有人忧心从此文化严重改变，部落的妇女则并没有意愿要来参与，希望还是保有原来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这个萨兹波那都玩那样，可是我们这一次有新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在家的妇女妈妈们都能够来参与。当然这是一个创举，可是有违背历史跟文化。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各种的管道来做一个沟通，希望能够在男女平权的时代，男女都参与各部落的重要的活动。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太好的，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承袭我们传统部落传统的那种文化会比较 OK。哦，你们女孩子面并没有多大的意愿说跟男孩子？没有，他们说，我昨天还问我们部落的那个老人家那个妇女，他说这样不好，那个就像乞丐要东西一样，因为毕竟他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海祭是没有女孩子来参与的。传统海祭是否解禁，让部落的妇女共同参与？会议最后并没有达成决议，只达成留到部落丰年祭会议时再继续提出讨论。接着访问花莲丰滨采访报道。今天中部以北的气温大幅的下滑，跟昨天比起来其实差很多。而明天呢，上海气象在今天老外来到现场了，请说。
是的，古拉斯，观众朋友，来和大家晚安。受到封面的影响，全台都有下雨，而这个雨呢是由北向南下的。不过好消息是，现在北部的天气已经逐渐的好转。而虽然中南部地区现在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发生，但是降雨的范围跟时间也都慢慢的减少。至于明天的天气呢，我们就从第一张卫星云图一起来看。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目前呢，在中南半岛呢，有一大片的低压云带不断的在往东移动，预计呢，到了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呢，就会影响中南部地区。而在宜兰、花莲、台东呢，明天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发生。相对来看呢，北部地区的天气反而好转很多，而且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好。至于温度上的变化呢，我们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一起来看。从这张呢，可以看到。明天这个冷空气呢，就准备要出海，强度会减弱。原本吹东北方向的风呢，会转为吹偏东向的风，所以呢，这也表示明天白天的时候温度会回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早晚的温度依旧是偏凉的，而且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清晨是最冷的时候。预计呢，在全台各地的平地地区呢，最低温呢会下降到只有15度，而在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温度会降得更低，会降到10度以下。所以呢，大家保暖的工作呢，还是要确实的做好。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一起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继续来关心近海的风浪变化。虽然风向呢会转为吹偏东向的风，但是呢近海的风浪并不会马上的减弱，一直要到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呢，风浪才会逐渐的转小。海上作业船只呢要多加注意安全。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渔业气象。
降雨的现象现在开始呢，会逐渐的从北向南减缓。不过呢，在温度上，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将会是最冷的时候，民众要多加注意。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 Glass。好的，非常谢谢老外在今天来到山海气象，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今天的收看。我是 Glass，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再会。这个原住民族人权内国法化，对，那内国法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我们的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基本上就已经包括，可以完全取而代之吗？它的格局可以解释一下高度够不够啊？报告员，那个高度跟那个大概都包含了。其实在我看来，它大概只吸纳了40%-50%左右了，重要的具根本性的一些诉求主张、良心的主张，我们并没有拉近。马里马里马萨鲁迪亚根迪斯，我们原地发声，欢迎收看《原地发声》，我是比斯马少。我们要留下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讲到一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后代，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在这里借我们原地发声啊，把我们的心声告诉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的总统，请你马上来做一个长而有力的一个决策。谢谢你们来参与，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参与我们讨论。我们下次再会，我还是巴莱。火灾现场为老旧社区，还好有划设消防通道，巷道保持畅通，让消防车顺利抵达现场，迅速扑灭火势。消防通道有标示，划设红线禁停车，违停挡道勿救灾，害人害己划不来。巡逻脱掉不打烊，发现违停快通报，消防通道要净空，生命居家才平安。通报专线请打110或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台北市政府消防局。